怎么人适合吴镇宇老师的长笛重奏课呢？只要是对长笛有热爱的都可以，不管程度啦，真的不管。你看我们的学生里面有音乐系毕业的，然后有长笛爱好者，对，但是他们在这里都玩得蛮开心。大人学习跟儿童教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我觉得因为成人的强项是理解力好，对，所以就可以省下很多那种土法炼钢的一直重复内容的练习。就你只要重点反而是说让成人可以了解这个东西怎么运作，然后他们在练习上面其实就会相对的很快速。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一起来玩各种各式各样的长笛音乐。